会按照小狗的计策，偷偷地引爆了土炸药。一声巨响，爆炸的威力虽然不至于大到炸毁墓室，但是也让墓室地面震动了起来。不过那石头僧的名字还真没白起，被炸成铜尸的身体虽然被炸药炸得粉碎，可那碎块也如石头一般，真不知活着的时候是怎么做到的动作灵活。灰的眼睛一直死死盯着爆炸的方向。 生怕那家伙再起什么变化，见石头僧被炸成了碎块，灰的神经这才放了下来。不过身体一放松，顿时一口鲜血就喷了出来。其实啊，挨了石头僧那结结实实的一拳，真的把灰伤得不轻。战斗时能强撑着身体，此时石头僧被灭，灰的身体一转便倒了下来。看灰倒下去，顿时把外面的人吓坏了。妖王。 打开笼子，我们赢了！别跟小爷耍赖，别让小爷瞧不起你。陈小狗立马就吵着让白莲妖王打开铁栏杆。不过小狗心里还是有些发虚的，毕竟用土炸药炸死了石头僧，这样的胜利说不上多光彩。如果白莲妖王要耍赖，也不好讲理。陈小狗想的没错，见石头僧被炸死了，那白莲妖王沉着脸半天没说话。 听见小狗的话后，言语也有些不善了。你们赢了，哼，好吧，你们赢了。不管你们用了什么方法，但打斗确实精彩。陈小狗本来就做好了打嘴仗的准备，可不想那白莲妖王突然话锋一转，竟然大方的承认了他们的胜利，这有些出乎小狗的意料了。 沉重的铁栏杆被升了起来，陈小狗等人忙着向辉走来，将挣扎着站起身的辉一把扶住。辉怎么样？别过来，有机关，我过去就好了。伤的重不重啊？伤到哪里了？没事儿，放心吧。辉此时一身的狼狈，强撑着身体站起来，可是又摇摇晃晃，好像随时都会倒下去，嘴角挂着鲜血。 为了不让众人担心，他虚弱的扯出了一个笑容。帅辉，好样的！大家将辉扶到后面，让他好好的休息。陈小狗看着强撑着身体不让大家担心的辉，特别的心疼。小狗，谢谢你，咱们是兄弟。爷爷的仇，我终于报了。其实辉此时真的很感谢这个平时不太靠谱的陈小狗。 因为呀，本来以自己的能力而言，想要杀掉石头僧为爷爷报仇，那是几乎不可能的。会好好休息，剩下的交给我们了。大家加油！大家看着辉虽然狼狈，但是却没有生命危险，心都放了下来。接下来的战斗，灰好好休息就好。白莲妖王，这一战我们已经胜了。 陈老狗带着众人又来到了第二层的石阶处，招呼起了白莲妖王：“开始你的下一阵吧。”虽然第一阵的石头僧让众人看到了妖王墓坐下九大护法的可怕之处，但此时却没有一个人退缩。好久没有看这么精彩的对战了，我的兴趣被彻底的勾起来了。妖王似乎并不着急。 耐心的看着众人安排好了灰后，见陈老狗又叫起阵来，才发了话：“好啦，哪位愿意去打这第二阵呢？”接着手一拍，又唤起了座下的护法。他的话音刚落，一个护法身体又动了起来。“圣主，奴家愿为您分忧，我去会会他们。”接着，众人就看到那个护法。 一点点的站了起来，可声音一起，却发现，那个声音娇滴滴的，竟然是一个年轻女子。玉姑娘出手，本座当然放心，去吧，不会让圣主失望的。得到了白莲妖王的允许，这叫做玉姑娘的女人，便如一位优雅的舞者一般，婀娜的登上了石桥。 不知哪一位是小女子的对手呢？等走近一些，众人才看清楚，那玉姑娘长得十分美丽，五官精致，身材婀娜，举手投足之间透露着一股的妖媚。不过她的身体被衣物包裹的非常严实，露出的手脚都是黑色的。既是女子，那就我来吧，胡三姑。 这突然出来了一个美艳大姑娘，众人都有些为难，半天没答话。好在最后胡三姑为大家解了围。你要小心，我从这女人身上看到了很浓的阴毒之气。放心，论直觉，谁能赢得过我？陈老狗知道，能在妖王座下做护法，那能力绝对不简单。别看外表只是个美艳的年轻姑娘。 但肯定有他的绝技，于是出言提醒了起来。那你怎么看？这女人应该是擅长用毒物，不知是剧毒暗器还是什么。其实不用陈老狗提醒，善于观察推算的胡三姑也早已提高了警惕，多加小心。放心，总之我会随机应变的。胡姐姐，加油，千万小心。 与众人打过招呼后，胡三姑便踏过了第二道石阶，向战场中走去。胡姐姐，招数不怕烂，跪在好用就行。大家目送着胡三姑向前走去。和辉一样，胡三姑刚刚踏入战场，那铁栏杆就又落了下来，众人再次被隔离在外。看着胡三姑迎着那玉姑娘便走了过去。原来是个女人，让人家好生失望啊！ 那玉姑娘见对手也是个女人，而且英气逼人，竟然将头上的白布掀开，露出了精致的面孔，似乎在与对方比美一般。废话少说，出手吧！胡三姑可没她那种幼稚的想法，冷着脸请起了战。姐姐还真是个急脾气呢，头一次见面就要打要杀的，多不好意思啊！那玉姑娘动作扭捏。 行为和表情都非常的做作，如果是有歪心思的男人的话，很可能吃他那套。可是这样的行为让胡三姑只感觉到了厌恶。但是妹妹我又不好违背了姐姐的意思。不过话虽然说的客气，但是说出手还真的把漆黑的芊芊玉手伸向了胡三姑的方向，那动作显得十分温柔，看不出他的攻击方式。 妹妹得罪了。接下来的一幕，大大的超出了众人的意料。那看似温柔无害的玉手，突然变成了一滩滩的漆黑色的液体，打着卷儿的飞向了胡三姑。不仅如此，那些黑色的物质似乎有生命一样，不断的变化着形状，如同数道毒蛇一般，从四面八方围住了胡三姑，密集的几乎没有死角。 不好，她是蛊女，那些都是剧毒蛊虫。众人还未看明白，但经验丰富的陈老狗已经看明白了，那一团团的黑色物质都是一些极小的蛊虫组成的，那玉姑娘正是一名蛊女。我就知道她不是个好东西。陈老狗的提醒让胡三姑也明白了过来，但他面对如此众多的蛊虫攻击。 却未显出一丝的紧张，将手伸向了自己的腰间。原来胡三姑出门时会在腰间缠上一块方巾，而此时拿出来的正是此物。只见胡三姑将方巾在手中一甩，迅速的旋转了起来。很快，这块普通的方巾形成的形状惊呆了众人。那块方巾竟然在半空中完全展开，在胡三姑的手指上快速的转动着。 方巾展开时，他立马把方巾向蛊虫攻击的方向甩了过去。方巾扔出，旋转的力度不减，但是却将胡三姑的身体完全遮挡住了，同时也把冲过来的如毒蛇一般的蛊虫卷在了中间。你的东西，很快，蛊虫被方巾旋转着完全包裹住了，而胡三姑快速的将蛊虫包裹成了一个大布包，一扬手。 便拖在了手中，还给你。接着顺势手一用力，将包裹蛊虫的布包向玉姑娘砸了过去。按说一个布包加上里面都是杂乱的蛊虫，速度也不算太快，这样的攻击有点功底的人都能躲过。但那玉姑娘似乎身体反应能力很差，竟然没有躲开，被布包一下砸中了胳膊。接下来的一幕让所有人都惊呆了。 这玉姑娘的胳膊竟然被布包一下砸散了，成了无数漆黑的水团飘散开来，而且这无数的水团似乎也有生命一样，碎开后还在不断的扭动，变化着形状。众人感觉惊奇，仔细一看才明白，那漆黑的物体竟然都是由一些漆黑的毒虫组成，跌落到地上蠕动了一阵，又朝玉姑娘的身上窜去。 嘿呀，真是让姐姐见笑了呢。很快，玉姑娘那碎裂的手臂在毒虫不断的汇集后，又一点点的恢复了原样。这一下真的震撼到了在场的每一个人。胡三姑，她不仅是个蛊女，还是个人骨鱼。其他人震惊的还没有反应过来，陈老狗看到这一切，吓得冷汗都出来了，连忙又提醒了胡三姑。 爹，人骨鱼是什么呀？陈小狗一见陈老狗那紧张凝重的神色，便好奇的问起了老爹。陈老狗说道：“人骨鱼只选定年轻貌美的处女，用极其残忍的方式将其手臂与腿部整体切掉，让女孩充满痛苦和怨恨，再将头部和躯干放入到一个特制的大坛子中，在这大坛子中培养剧毒的蛊虫。” 这个方法真正恐怖的是，蛊虫中的蛊母会很快控制女人的身体，让她连咬舌自尽都做不到。所以，培养蛊虫的过程，女人都是活着的，并且是有意识的。这么残忍，所以这个蛊女应该没有四肢，她的四肢都是由蛊虫组成的。而眼前的玉姑娘，不知为什么。 会选择如此恶毒残忍的方式饲养蛊虫，并且最终还能如此灵活的控制蛊虫组成自己的四肢，甚至活动自如。原来是这样，好，我知道了。胡三姑千万要小心呐！陈老狗的讲述让众人的头皮一阵阵的发麻，这世界上竟然有如此阴毒之人，看来胡三姑这下真的是有危险了。 没想到竟然被人看出来了，真让人不好意思呢。不过这样也好。本来这玉姑娘披着一件大大的斗篷，就是为了掩盖这件事，但是不想竟然有人会看穿。那就让你们看看我真正的本事吧。紧接着就见她把身上的斗篷一撕，露出了贴身的短小衣衫。 本来那曼妙修长的身体应该是很美的，可是众人一想到那漆黑的胳膊和大腿都是由剧毒的蛊虫组成的，不由得都是头皮一紧。姐姐，让我看看你还能烧得了多少。玉姑娘将手一挥，立刻从身上窜出了无数条由蛊虫组成的黑色烟雾状物体，再次向胡三姑发动了攻击。那如烟雾般的蛊虫。 虽然每个都很小，肉眼很难看到，但此时却汇集成了数条巨龙，凶厉的张开了血盆大口，凶猛的扑咬向了胡三姑。可见玉姑娘对蛊虫的控制能力达到了多么恐怖的地步。我这有数百万的毒虫，看你如何应对。只要有一只碰到了你的身体，就足够让你溃烂的。也正如玉姑娘所说。 这数百万的蛊虫，每一只都有剧毒，每一只都是能要人命的阴毒之物。这蛊虫形成的巨龙足有十几条，形成了一张巨大的虫网，冲向了胡三姑，几乎让人无处可躲。眼见着蛊虫形成的巨网铺天盖地的扑了过来，可胡三姑却迟迟未动。难道他已经有了对应之策？胡姐姐，快向后跑啊！快退！ 众人无不替他捏了一把汗，因为他们都明白，这种情形稍微的一个小闪失，那后果都是致命的。众人的喊叫声，胡三姑就像没听到一样。当那虫网冲到跟前，包裹圈缩小时，就见胡三姑做出了惊人的举动。胡三姑不仅没有躲避，反而一个箭步冲向了前方，一头钻进了巨大的虫网之中。这个动作。 让玉姑娘也有些意外，身体不由得向后退了一步。只见这胡三姑冲进虫网之后，利用虫网收紧过程中的短暂时间，快速的从怀中掏出了一个酒壶，扭开盖子就喝了一大口，含着这口酒，脚下速度丝毫未减，如一道利箭一般冲向了虫网尽头的玉姑娘。在离玉姑娘只有一米多的时候，突然嘴巴一张。 不知他用了什么方式，从他口中竟然喷出了一道长长的火舌。由于距离较近，玉姑娘的肢体反应又有些慢，这一道火舌正烧到了她的身上。玉姑娘似乎非常惧怕火焰，被烧到后立马发出了一声惨叫，虫网顿时散开，而她的身体也散发出阵阵刺鼻的焦臭味。胡三姑趁着这个机会脱离了危险。 怎么样？火焰虽灭，但就见玉姑娘的两条腿如同融化了一般，失去了形状，不断的滴落着黑色恶臭的液体。你这身体还能让我烧几次呢？胡三姑确实机智，这以进为退的一招，立马让玉姑娘的弱点暴露了出来。姐姐果然厉害，还真让妹妹吃了苦头呢。不过。 玉姑娘柳眉倒立，又一次将活着的蛊虫收回，恢复了身体，语气也不由得缓和了下来。不过，有些事儿，姐姐你可能不清楚呢。接着一转身，又摆出了一副魅惑的样子，这让众人有些意外。难道他并不在意弱点被人抓住？不如让妹妹给你变个戏法吧，姐姐你看。 这两只虫，你猜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？只见他用手将两只蛊虫盖在了另一只手的手背上，轻柔地跟胡三姑说要给他变个戏法。哇，一下变了这么多，是不是很神奇呢？接下来发生的一切着实诡异。盖住蛊虫的手一打开，竟然发现那两只蛊虫变成了一堆。 在他的手上不停的蠕动着，似乎数量还在不停的增加。众人被眼前的景象弄得都是一愣，心里似乎都明白了这玉姑娘要干什么。哼，姐姐你有所不知啊，这蛊虫的繁殖能力是最强的，而且毒性一代比一代强。果然，这玉姑娘就是想告诉众人，她的蛊虫是取之不尽。 用之不竭的，是无法被消灭的。所以，我的蛊虫是用不完的呢。这样的人蛊于玉姑娘几乎就是无敌的。我倒是要看看你有多少酒，又能烧掉多少。一句话说完，突然从玉姑娘的身体中钻出了多道已经无法用数字来形容的。 巨量蛊虫，无数的蛊虫形成了一团团浓重的烟雾，将它紧紧的包裹了起来。玉姑娘的每一个动作都异常的美丽，就像翩翩起舞的精灵。但是唯美的动作后面，就见她身后的蛊虫躁动了起来，散发出的气势也更加的恐怖了。玉姑娘先手一挥，蛊虫形成的巨龙又分成数道，攻向了胡三姑。 不同的是，这次的速度更快，蛊虫的数量更多。这一下，胡三姑可有些吃不消了。前面两次自己还可以做到冒险应付，但此时的蛊虫巨龙，那速度已经让自己无法再去做什么动作了。胡三姑能做的只有尽力躲避。可是那蛊虫不是实体，虽然缠成一团，但总是有些散落的，哪怕碰上一只，也是会丧命的。 胡三姑每次躲避的都是险象环生，偶尔抽机会喷出一道火舌，可对于这海量的蛊虫来说，真的是杯水车薪。这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这下在栏外面观战的人都沉不住气了，可此时又冲不上去，就算冲上去了，也没有把握能接下这蛊虫的攻击。连番的攻击出乎了大家的意料。 那玉姑娘却突然收回了蛊虫，这让胡三姑总算是稍微的休息了一下，可心里却丝毫不敢放松，因为不知她又要做出什么样的攻击。还有火势吗？不如再给姐姐看一点别的。原来，玉姑娘见胡三姑不时的喷出火焰，便会消灭一些蛊虫，一时又杀不死对方，就想出了另外的招数。 我给姐姐再看一些不怕火的蛊虫如何？话音刚落，就见他先手一挥，竟然从身体中又钻出了十几条长长的漆黑色巨大蛊虫。胡三姑刚歇过一口气，就见那一条条长长的蛊虫如长蛇一般在空中舞动了起来。看到那些蛊虫尖利的锯齿后，胡三姑也不由得心头一寒。 更令人震惊的是，这玉姑娘到底饲养了多少蛊虫啊？如果全用出来，那又是怎样的恐怖场景？有这样的护法，怪不得白莲妖王当年扬言敢推翻朝廷，自己称帝。而胡三姑在玉姑娘这恐怖的攻击下，还能活下来吗？